尿来了一家超硬核铁馆，芝加哥的一个郊区一个小镇上，大狼哥曾经在那练过。大狼哥在后面写的 Brandon 三届奥赛冠军，这可能是看下这个器械啊，从来没见过，类似于一个双臂的哑铃划船。我做得动它的架是吧？对，总比女人练的重一点，对吧？我加到彤姐练不动为止。冰箱的声音，没有这种声音你怎么练？想必也很难练吧？可能铁管就得硬核了，没有助力带，只有手表，腰带也没有。举多少？200公斤。好，200公斤。好好。来，2公斤。好。Let's go. Pull. One more. Pull.来，这是练脖子的，力量大，脖子力量大。站姿的推胸，往下好几个俯卧撑。躺着的，好舒服呀，好舒服啊！哇，这个很硬，就是很针对，对，没有别的地方。自行车链条是自行车改装的吗？怎么这么高？越不友好越容易练大，现在人为什么练不大？因为器械太友好了，一定要不舒服才能练大。又是自行车链条，人都塞在里面。对，那手臂如果塞大一点就塞不住了。哦，这锁。感觉很好。所以这个练不大是有原因的，终于找到原因了。